怎么样，童年顺利吗？手术很顺利，多亏了你爸，手术时间比想象中要短。那就好。嗯，童年，其实你不必亲自过来的。那怎么可以呢？今天是阿姨手术的日子，我肯定得赶过来啊，看看有没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地方。谢谢。童年，我们过去说话吧，坐着说。好，走吧。好。你好，麻烦问一下，肝脏手术的重症病房在几楼？在三楼。好，好，谢谢。没关系，我自己来就行。行，谢谢。阿姨怎么样？没事吧？挺好的，你爸说一切都挺顺利的。嗯，就是我今天可能得在外面守夜。哦，今天阿姨刚刚做完手术，你确实得照顾一下，辛苦了。嗯，那如果有你在，陪我一晚就更好了。嗯，我可能还真的没办法在这儿陪你待一个晚上。你饿了吗？你肯定是肚子饿了对吧？那我们一起吃个饭好吗？哦，我刚来之前已经吃过饭了。没关系没关系，你是不是饿了？你要是饿的话可以去吃点啊。不，因为今天你要在这里等一个晚上呢。不，我正好也不饿，我正好也不饿。那我们喝饮料好吧，我们休息一下。嗯，好啊。童年，我你是不是还在担心你妈妈呀？放心吧，你妈妈只是年龄稍微有一点大，住院的时间要比别人多出十几个小时，但是今晚我爸爸值夜班，你就放心吧，一定没问题的。多亏有你在。那其实我其实我如果不是要一起去喝东西吗？你怎么在这儿？童年哥哥你好。少攀亲戚。嗯，他不是我哥哥。该怎么称呼？我们两家的长辈关系挺好。童年叔叔好。不是要去吃东西吗？你怎么知道的？你听到了？刚才路过，无意间听见的。哦，走吧，不要浪费大好的时光。谢谢叔叔。童年，那我们走吧，去喝点。我有说我不去吗？那一起吧，走吧。小心啊！啊，坐这儿吧。哦，好。来，谢谢啊。来，坐好了。谢谢。谢谢啊。哦，我坐对面好了。哎，服务员。气氛真尴尬，他到底想干嘛？来，谢谢。谢谢，真的好渴。不客气。你要看看有什么需要点的吗？谢谢。童年，你喜欢吃草莓对吧？嗯。那两个草莓塔。可以，谢谢。我请客。我要一个澳洲牛肉咖喱饭、意大利肉酱面、圆桌骑士拼盘，还有燃情鸡翅。饭后帮我来一个大都会红丝绒蛋糕。好的。哦，谢谢啊。要想个办法快点结束这场约会。别想打发我。你刚才不是跟我说你要回俱乐部了吗？啊，我刚才突然想到，我有一个朋友在住院部，一会儿去看一眼。什么朋友啊？在哪个科？对啊，谁啊？郑辉，我爸爸说这个监护室外面必须得有人，你现在走了离开时间挺长的，万一出危险就不好了。
这样，你现在赶紧回去守着，如果万一出事的话，你不在会很危险的。走吧，你走吧，赶紧回去吧，有事给我打电话。可是，这个呀，一会儿我给你打包，打包给你送过去。拜拜。东边，我单先买了。开玩笑，我买，快走吧。谢谢啊。郑辉他是单亲家庭，跟他妈妈一起过，他很可怜的，但是他直接读博了，是不是还挺厉害的？你希望我回答你什么？我父母去世的早，我是后妈养大的。我之前听过一点点。这次回挪威述职，后妈在家，家里就剩下我和老头。这个再嫁嘛，再嫁嘛，也是好事啊，又重新获得了一份幸福嘛，好事。十年前，我千里迢迢的回到国内，结果却和 Solo 一起住地下室，一穷二白，家徒四壁。我们好不容易创办了一个俱乐部，想要取得一番成绩，结果呢？结果还黄了。你问我觉得他可怜吗？你觉得我可怜吗？没事，别难过，你还有 KK， 还有我，我会万支持你的。小孩还挺好忽悠。笑什么？嗯，强颜欢笑。别哭啊！吃啊！你吃，都是你点的。